现在总统人选里面，你会比较主意谁？主席这边会对，因为你还亲自陪同主席从头到尾。宋先生啊，我们讲句很实在的话，在我省议员任内，我们苗栗啊，大家会讲说苗栗在哪里？他说，那你从台中南部开车一直开，开到两线道的时候就是苗栗道了。从台北开车开到两线了、四线改为两线就是苗栗道了。那宋先生在省长任内，我们的台一线、台六线、台三线、台十三线，可以说都拓宽为四线道。我们的徐爱隧道各方面，对我们整体的西滨道路、苗栗的整体的交通，也是省长就是八十几年那一段时间马上开始起来的。我们是要有情有义的，和宋先生交情有二三十年了。我们追随他，我认为他是真的是值得我们信赖。所以县长您是支持、那我是他的子弟兵嘛，我不支持他我支持谁啊？好好